报复姊妹。当我听到曾波周啊，左脚迅速向前踢出，不要踢到这个绳。曾波周，脚尖一定要下压，知道吧？为什么下压？能不能坚持住啊？能。啊！我看谁是第一个倒的啊？看什么？两个人开始这个，都开始辅助了。抬高。这时候要不要大家来首歌？我们厕所王杰的枪我们扛吗？是。来，我起个头。王杰的枪，唱。王杰的枪。已经有一个同志已经放弃了，又一个放弃了。在出入营的体能摸底考核中，各科成绩都垫底的沈君燕主动要求负重30斤参加训练。看你们都挺难受的，要不放弃吧？你也放弃吧？不够，我不放弃。军人就是要有这种血性，在自己最难受最难熬的时候还是有这股毅力。那马上贴地了，我就担心考核通不过，所以的话心里也是比较着急的，我就想比别人多负重30斤，承受更多的压力。拼搏到用尽全力，努力到感动自己，虽然没有坚持到最后，沈君燕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向曾经那个体能最差的自己告别。